winner V winner V winner 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Oris、so、annoying like this fella sorry OK 继续继续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orilla 3 Piece GDC 4的小刚哦。那小刚今天啊、人在这个吉隆坡 KL Mid Valley 这个 Oris 豪利斯哦，这个2022年5月份的这个巡回钟表展这边，给大家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。特别邀请小刚来这边为大家分享一下一些2022年新的表款。好，现在小刚就有请哦，这边我们哦小刚在现场，刚大家看到啊，司仪啊。MC 哦，小刚非常的荣幸啊，那请到这位 Winner 来个介绍一下，2022年什么？什么名字要讲 ？Winner，W-E-E-N-A。Winner，Winner，Winner。来为大家推荐分享一下这个2022年豪利斯 Oris 的这个新品发布。来啊，第一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Oris 的 Pro Pilot X， 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最新的，我们今天刚刚推。刚刚 launch 的 Pro Pilot X Caliber 400，它有三个颜色，这个是灰色，然后这个是蓝色，然后这个是 salmon， 我比较喜欢 salmon color 啦，因为它比较亮一点。所以跟你讲，这个是39mm， 然后它的 最特别的 feature 就是它是 anti magnetism， OK， 然后不错，对，然后还有嘞，还有那个 5 days power reserve， 比如说、okay. 就是I mean，有时候你不一每一天戴手表的嘛，然后如果你不戴手表，它也不会停，它也不会 stop 的。可是它因为它有那个 twin barrel， 它 support 5 days of power reserve。OK， 哇 ，OK， 所以这位司仪啊，功课还做得蛮足一下啊。然后还有 10 year warranty。哦， 10 year warranty， nice， 我喜欢。这是最新的。那这个也是这一集啊，这一次小刚要额外。哦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形表啊，这个 Oris 的这个 Rectangular。那大家也知道，方形表啊，在最近的市场上啊，也是话题性也非常的多。那豪利斯推出了这个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个39×25的这个尺寸啊，这个规格哦。那一次推出了有四款颜色，有这个灰黑的面、蓝面，然后红面，还有这个白面的哦。所以这个也是这一次小刚个人蛮喜欢的一款方形表了。那主要还是这个Winner 刚才所推荐的哦，这一支 Oris Pro Pilot X 哦。Winner 要跟大家分享了这个 Oris 豪利斯哦，这个2022全新的这个表款哦。是。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Mid Valley。哦，这一边吉隆坡 Mid Valley 这边看一下哦，这个钟表展，那有什么要跟大家讲？Thank you 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